少有个时装周去参加胡说帮的秀。我是七车厢，然后我们队友有一个是在十五车厢，他从上海上车，我从常州上车。中间是车头过不去，在八车厢，我的车座是在九车厢，所以现在要一个多小时以后才能过到我的座位上，然后现在坐在这站着呢。到了青岛的雅朵酒店，我们晚上去看看去，能不能进去啊？就是他那开幕式啊，开幕式啊，对呀，我们去。我刚刚在这化妆了，因为晚上呢临时知道说有一个开幕仪式，然后还有可以看秀。所以就说临时说决定去看秀，可是我都没有带那么多衣服，然后我们头目的小伙伴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然后就赶紧来化个妆吧，把头发给盘上了。才知道哈，人家都用那个湿粉化完以后又白又亮，我这个呢就抹了点粉底哈，就跟我自己的颜色没啥太大区别，怪不得我每次化妆化完妆都跟人看着都不像人家那么又白又亮，我这个从来都没有用过粉呢，然后又把头发盘上了，临时的，我以为没有什么活动，所以就没带衣服，幸亏那个同屋的小伙伴带的多，人家有经验。我看我后面，我都没有在国内点过这个外卖，你来开，你来开。它不是外婆家还是福州，但是很讲究，你看是不是啊？外婆家的外包装多漂亮啊！这酸菜鱼，酸菜鱼，这一个蔬菜，一个是什么？三个菜，那个这个茶烧肉啊、挺好的，不错不错。你看，啊，真是不错，挺好。你坐这里，我坐这里。你坐那儿，那方便。没关系，我不够。人家这是保温的，这个哈。对。哎，那是哦，外婆唠叨一句：“餐具放了吗？备注看了没？”真好。哎，别的快递做不到这么细致吧？我说嘛。那好吧。我很喜欢吃外婆家的那个红烧肉，也很好吃，特别有特色。他的红烧肉是那个咸鱼和那个肉。走了，我们去看秀，我们去看秀，我们去看那个还有什么典礼啊？典礼，开业，不是开业去，天天开业。走，好看你这个，哎，你这个可好看了。我没说错吧？没错。他们这件衣服也适合你穿，这里，适合我，对的，对的，适合我们两个。对，我们俩身材其实差不多，是吧？对的。哎呀，你不知道他们家衣服，一会儿吧，来了好多人。是吗？我们现在去，哎，那叫海上。把高跟穿好，我给你拍个视频。好，哎，要海上剧场。我拍视频还是可以的。是，你会运镜，对吧？看得出来。我到时候给你拍个视频。你是有经验的，你是跟他们学的。也不是吧，就还自己有时候学嘛，刚好。哎，他是应该进到里边来吧？这个出租车。海上剧场啊。是吧？这就是海上剧场。那还是要出来走一下。哎，那我们从哪儿过去？是海上剧场进去。写了吗？不知道哎。这什么呀？在移动，不断的移动。看，这什么东西啊？拍不出来，你知道吗？是吧？这是怎么搞到上面去的呢？这是个塔吧？不对呀！他咋弄的？盛世华章，举个
人宝，这是他们，我还在这傻乎乎念呢。听听这个，哇，太立体了，哇，哇，这个太立体了，哎，拍出来不好，你看实际多，哇呀，就让人有点，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哈，这是一条龙在空中。对啊。哇，我还第一次见，这是什么呀？这是啊。它不是，他们怎么做出来的？下边是空的。怎么做的呢？哎，这个实际眼睛看特别立体，可是在手机里不好。你看，你看，你看，这个龙还转过来了，这个。啊。看到了。真的好看，真的好看，而且就像在空中飞一样，可一条龙，看，你看，盘旋哈。它这是怎么做的呢？怎么会在天空上的呢？哎，实际拍出来没有这么好看，实现场看非常好看。哎呦，这么多无人机啊！无人机，哇，真的，无人机变成的，哇，那这个，啊，这全是无人机呀、啊！我说怎么会在天空出现这种东西？是怎么做到的？下边没有柱子，没有啥，原来用无人机。哇，现在无人机可以做到这样啊！哎，那这是怎么遥控的呢？机。哎，这个也这边也要开始了，哎，这边也要飞了，哎呦，太美了，它值得来的吧？我们俩风尘仆仆的，去参加啊，来了来了，哪儿呢？看到了吗？这是时装周开幕式的现场，还没有到时间。有吗？前面有一两个位置。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还闪耀的华丽之夜，我们相聚于青岛奥干中心这碧波万顷的海上平台，共同开启2024中国青岛国际时装周梦幻时尚的序幕。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浩源，非常荣幸能与大家一同踏入这场时尚与梦想交织的璀璨盛宴，欢迎各位。首先请允许我隆重介绍出席今晚开幕式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州组委会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嘉宾、设计巨匠、媒体精英，以及所有拥抱时尚的挚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请各位嘉宾共同按下启动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起舞，也非常感谢我们身后福山湾灯光秀为我们带来的壮丽呈现。请各位领导入座观礼。接下来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让我们沉浸式欣赏一场来 The Atelier 金鼎奖获得者刘薇女士、中国时尚界的璀璨明星胡射光先生等将携手为您呈现一场震撼心灵的时尚大秀，请屏息以待，感受着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撼。
上之夜，首先将为大家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演奏。起源，青岛时装周，我没有拍到前边，是吗？我的手机刚才急得我内存不够了，全给删掉了。哎，你看，嗯，我拍出来跟我不一样，看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立体感非常强，在手机里没有立体感。哇，踏浪归来，重会时尚。这是个什么造型呢？哎呀，还动呢，你看。哇，从天上掉下来的感觉，你看。太好看了。